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千金。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天啦、我在台中后里这里的力宝乐园啊，我先来这里祝福大家2020年爱你爱你哦。等一下看那个摩天轮哦。你新年快乐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在办年会哦，2020年新年快乐哦。